正在走。哦，居然是永恩上单，我都没想到。你让他一滴血个 W 呢，跟我。我拍一下。我再拍一下。哎呀，戳我！我都没想到这永恩一滴能学个 W 呢，兄弟。抽一下，走呗，走呗！不行，他征服者满了，打不过。把药吃了啊！等一下，这个奥兽彗星吧，抽他一下。你咋的？你这不飞尸吗？哎呦我操！哎，这给我换了，确实不应该啊！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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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点亏，我有点亏，我有点亏呀！哎呀，我有点亏。闪现的，我都没寻他能给我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没想到他能换我，我没有预判他的预判。哎呀，我的兵线呐！我开入你一下。打个眼儿，抽一下，等个包皮拍地板，走呗，打法溜，平 A 抽一下，平 A 平 A 拍地板，平 A 致命点烟，你亏了，不好意思，上波你换我，这波我换你，哎，上波我交点烟了吗？啊？我交了点盐吗？上波我点盐没？我没点盐哈、哦。哎，那我刚才怎么看我点盐好像没了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我决定先来个法酸海，有点懵啊。圣诞节怎么没出去？我这老宅男了，我根本不出门。我马上升了啊，小伙子！哎，刮我风！我给你个轮子，我拍你，接拍地板平嘞，平嘞，平嘞！我闪现一个扣，接我们升六，派追平嘞，别急啊 ！W A 一下，吃个药来，扣一下。来给大拍地板平 A， 别着急，查眼儿，抽一下拍地板，再见。没想到吧，我升了。永远，
我要赶开一个有大的石头人。嗯，知道吧？挖坑你呀！跑哪了？溜了。没有机会给你，不给机会。我怎么杀四个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丢了一个，还行。升八了，先插个眼儿去啊！哎呀，其实这波吧，不插眼也行。这波可以直接去野区找一找这武器大师，先 Q 他一下。再拍一下，再 Q 一下，等他 Q 的一瞬间，我们把他杀了。怎么跑了？这就跑了？我还没出手呢，我 Q 了两下，接一个拍地板，他回家了。我天哪！天数看一下呗。好的，就点个彗星，其他随便点点。OK， 我还没出手呢，小伙子，你就快倒下了啊！我还没出手呢，兄弟，你就要倒下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石头人出完法阵还伤害好高啊，真的。我个人推荐现在先出法阵海啊，移动速度还有虚区都是非常高的。彗星啥玩意儿呢？天赋你都猜出来了还用看？那你不能说是以你的智商来评判评估所有人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兄弟他肯定就不知道呗，人家没怎么玩过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你那么高的智商那怎么办呢？那像我这种博士后来讲的话，我也没说那博士后随便考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也没说那哈佛我的母校咱们是随便上，对不对？咱也没这么说的。咱还用考吗？这种话那是不行的啊。干哈呢？这是干哈呢？这眼儿挺有意思的。我往上走，你这眼儿能看见吗？看不见呀。你弟弟找你去了，啊？我的哥，我的狼，你的永恒人。我的狼，我先上路再带一波吧。现在我们借着十层了，这美甲窃魂卷不好除了，知道吧？
没有美甲庆魂剑之前我们杀人不合适，先不去杀人，先留他们一波，先出个美甲切魂卷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严。抠一下。哎呀我操，抠一下，我先正好卡他一个回去的时间，把他打起来，然后把他杀了，无所谓嘛，就相当于我们是用大把他杀了都可以，没关系，回家了，回家出美甲窃魂卷。能否给个蓝，我的好兄弟？Nice， 我马上到。我已经是全速来来来来来，往下走来，尤其是这露露啊，就专杀这露露。先抠一下这露露，好，拍地板，抠露露，好，武器大师的话可以杀呀，哎，死的有点快呀，这我们放个针眼来钓鱼，哎，别着急啊，搁这钓一头鱼。哎呀，钓个鱼啊！第一，我们能看见视野；第二，我们还能在这钓鱼。上钩了。再装啊，让你在那抠，你将成为我四层美甲窃魂卷。这武器大师应该不能去吧，找找他去啊。现在只剩卡莎我们没杀过了，直接打两个得了，直接打两个吧。不过这武器不是我杀的，蓝 buff 没了，卡莎这人头可以给他，我无所谓的，我主要是相中这蓝 buff 了。是的，你看，是的。为啥石头人拆塔变得这么快了？你感觉？虽然我的法强很高吧，但是真的拆塔变快了，我觉得。当然。我就光一个法穿海，我那天我都拆塔的老快了。
在这等会儿人儿啊，看看有没有人来。我的星界驱驰，来吧，卡莎！咻！来吧，武器大师，抽一下。早回家。先来个星界驱驰，然后，哎呀，不出这星界驱驰了，猫着能出出来不？出个猫着。这猫着真贵呀、啊，这猫着。哎呦，我这猫着是真贵，3500块钱。3800块钱啊，3800块钱，最贵装备，没有之一，这最贵装备，合成也不平滑。武器大师，我来了。咻咚，往哪走？嗯，往哪走？哎，致命点烟，跑的还挺快。走呗 ，Q 你一下，咱俩中路对局啊！你别跟我跑，我 Q 你一下。对不起，好小黄毛啊，好小子，哼，好小子，小黄毛。出影魔刀是吧？啊，跟我俩出影魔刀是吧？小黄毛，你等着啊！我不整个法穿治治你，是肯定是不行了。小黄毛，我不知道你凭什么这个这么皮，不明白你凭什么？我一个石头营，你敢惹我？本身我的注意力没有放在你的身上，小黄毛，啊。但是你野我没办法。硬是要野我。不能拍地板。小黄毛人呢？给我出来了。嗯，野我。先把这鹿都给我杀了，来，我在前面扛一扛，我看你往哪走来。我看你往哪走，小伙子，露露还舍己喂人，不用你舍己喂人啊、哦！我跟你说，我先回一趟家，我把这永恩治了。这身上红 buff 哪里来的？我去治治他，他有盾弓，小心点啊！咱先把药吃了，把这3瓶药都给他磕了，然后把他杀了，我们出法穿去。出个法穿棒，完了，基地爆炸了。
小黄毛仅仅只杀了一次。